大家呢有一点小小的说明，就是说如果您要保命，请加入新中国联邦的农场。我们请导播放一下这个 PPT 哈。如果您要是保财呢，请加入 A 十计划。那么您加入农场呢也很简单，请您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。这样子呢，就是如果您进入农场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到我们农场的客服，他会再为大家带来细心的服务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想跟大家说明的是呢，我们今天的新闻分享纯属是个人的观点，不代表任何立场，只作为您的参考。